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 Stephanie。 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，我讲的故事是我叫大熊猫。动物园里来了一个新朋友，胖乎乎的身子，头和肚子是白色的，耳朵和身子是黑色的，还有两个黑黑的大眼圈，养着真可爱。大熊问：“你是谁呀？从哪里来的？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”大熊猫说：“我叫大熊猫，今年3岁了，我从中国来的。”猴子问：“中国很远吗？”大熊猫说：“很远很远，我坐飞机来的。”大家都说：“欢迎我们的新朋友。”大熊猫说：“谢谢，都和大家一起玩。”很快和大家成了好朋友。谢谢大家。